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GG。Hello，我是 Amy。我们现在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哦，嗯，今天就为了拍这个视频，我们足足等了半个小时，因为外面一直是下暴雨，下着暴雨的。今天呢，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，看看前面这些，非常好吃的水果啊，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摆那么多水果，就是难道是请大家吃水果吗？其实吧，就是大家也知道嘛，我们作为房车旅行的博主啊，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。经常看我们视频的都知道啊，我们其实就是属于是那种房车博主里面啊，比较佛佛系性的那种。在我们做房车旅行的前一两年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的大咖朋友啊，他们就是在跟我们见面聊天的时候，就说，其实你们在做这个账号的时候，你们就应该要尽快的、尽早的要树立一个方向，对吧？比方说你要卖房车的，你就好好卖房车，你就好好介绍房车，你就别拍什么这么美的景，有啥意义啊，对吧？或者是你要卖别的什么产品，你就赶紧要植入了啊。但是之前这两三年呢，大家也知道嘛，就是，作为我们博主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从平台的流量里面啊，可以有一些收益的啊。最起码就是说，最初那几年的话，我们相对来讲还是可以维持这个旅行当中油价的一个油钱啊，油钱可以维持住的啊。因为毕竟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收益还可以。今年第四年啊，真的是就把我们也逼到说不行了，就是什么油钱啊，连我们这俩狗子的那个伙食费啊，这一个月的伙食费都搞不出来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俩也应该要开始努力了，不能就一天天对这对样对子下去了。而且平台呢，其实也是一直在鼓励我们去就是带货做啊，直播带直播带货，货，然分后享好的产品。对，邀请我们去做这个直播带货一些活动啊什么的。对，对于我们俩来讲，带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，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手上呢确实是有几款产品，因为我们做了10来年的这个产品啊，就是这块呢，就是品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自己用了十几年，卖了十几年的对，产品，就是护肤品啊、洗面奶呀、啊，之是前的，老粉丝朋友们他们都知道嘛，对对，吧？这几个产品呢，肯定是没有还有问洗题。发水，但是对于别的产品来讲呢，我们就会感觉有一些压力，因为毕竟都是新接触的嘛，有些都是寄个样品，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看一下，然后呢，具体到底它的，比方说它的产地后台啊、运作怎么品样质啊，啊？对，能不能就是达到我们自己的这种要要求呢？这个都是很难去把控的，所以我对于我们来讲，如果带别的货呢，就感觉压力挺大的，所以呢，就一直就是在犹豫。其实去年的时候，好多博主就已经在带货了，就带的还挺风风火火的，大家也知道。然后我们一直还在默默的在这里发视频看着啊，但是自从到了这个版纳以后啊，大家也看见了，就在这几期的视频也看见了，我们真的是被当地的这个丰富的资源震撼到了，真的太夸张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把这些产品分享给大家，作为带货的品类的话，我们俩啊就会觉得非常踏实，而且没有任何压力，反而我就觉得啊非常的轻松，特别期待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期待今天早上10点钟那场直播。啊，就是我为什么会是特别期待呢？因为说句心里话啊，这些产品啊，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，而且呢，再加上我们呢这次呢，主要是为了参加西瓜 Play 的一个直播带货的打比赛的活动，所以呢，我们这几个朋友呢，就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们出的这些农产品，这些好吃的水果，基本上啊，就是我们利润就是压得很低很低了，纯粹呢就是做一个流量，让大家知道我们还可以带水果。就拿这个芒果来讲嘛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8斤芒果全国包邮，只卖29.9块。对，有没有惊到大家？我跟我们朋友说，我们自己老家的那些朋友都惊呆了。真的是惊呆了，当然就是偏远地区肯定是要除外的，因为大家知道邮费真的是很贵啊。这个东西啊，真的是听完以后我自己都惊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大家也知道，我们就在海南啊，我们买了一箱也是大概跟我们一样的8斤左右的芒果，包邮到家100块，真的贵啊！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29.9块，30块钱。同对样的吧，都重不量，到。然后而呢，且吃起来也很甜。超级好吃。我跟你讲，我可以拍胸脯跟大家说，这个比我们在海南买的芒果还要还好吃。甜，因为它没有丝。而且它的芒果的香味很足，就是又香又甜，然后很细腻，没有丝。对，很啊，细这腻，个就是果肉品很质上细腻。已经算是非常好的品质了，而且价格你想想看，才29.9块啊，比某多多什么的这些，我估计都做不下之来。前，哇，给大家看看，这是我们刚切的这个芒果。这个稍微偏熟了一因为我们放的有点久了，点。大家如果拿回家的话，可以稍微提早一点点，这样是熟的比较透了。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有点忙嘛，我尝尝再。
哇靠，这样子，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，比我们之前任何一次吃了多少甜？因为它熟透了，你看，都糖心了，太熟了。我去，太好吃了。就这么一个，其实也不算大的这一个。一个人肯定吃不完，必须得两个人吃。你这一筐29.9拿过去啊，有3到4个果。对，你如果说一家人的话，最起码能够吃个3-4回吧。百香果，这个百香果可以打开直接吃的那种，就是不是那种很超级好吃，因为它里面啊，就是那个果肉很饱满，汁很多。最关键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最关键的是，就算它现在没有皱巴巴的样子啊，只要是它熟了的，我们一切开，我俩就能直接吃掉。对，就是一点都不酸。应该是70克的，那个小了一点。这次这个呢，是我们其实上一期视频啊，大家看的呢是我们在选品，当时呢本来想订他们家的，他们家的品质是在50克左右。后来我们发现呢，另外一家比它更大，这么大左右。对。其实小的呢，你看刚才这个就有点小嘛，你看，70克。这个大概50克左右嘛，这个的是70-80克，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带的基本上都是这么大的，而且呢，我们这价格呢也是超实惠啊，我没记错的话是应该是3斤34.8，全国包邮，这个品质其实你在超市可以看见很贵的，而且关键是什么？你就算在超市买到的话呢，就算是这么大，你不见得有它这么好吃。我在现场吃的时候，当时就把我震到了，哇塞，好甜啊！你吃的，你就侃侃而谈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比我还厉害。谁让咱是吃货呢，对不对 ？KK 这个人对吃太挑了。对，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，所以说这些能入到我法眼呢，绝对就是好吃的东西。做那个蜂蜜百香果的话，百香果茶的话，你蜂蜜都可以少放的一丢丢就可以了，因为它本身很甜。对，这个就非常好喝了。然后说到蜂蜜的话，咱们这块也有这个野生的蜂蜜，还有这个蜂蜜。这个蜂蜜啊，大家不要看它好像是普普通的这种玻璃罐装的，超市很多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可不是普通的蜂蜜哦，这个是大黑山的纯野生的那个蜜蜂产的那个花蜜。他们一年只采一次的。对，他们叫做百花香蜂蜜。就是因为是这个野生蜂蜜，它是大黑山里面，因为大家也知道嘛，版纳的话有很多很多鲜花的，夸张的讲就像是采了100种花蜜酿制成的蜂蜜，而且这个蜂蜜嘛，就是真正的是纯野生的，大家从视频里面可以看见，就我们去到的是版纳的深山里面，然后呢把那个蜂巢里面的蜂蜜拿出来，然后呢再通过提炼变成这样子。我们跟好多好多超市里面的很多的蜂蜜还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其实说真的啊，大家也知道嘛，现在你想买到纯天然的蜂蜜是很难的，很多很多超市里面啊，他们那个蜂蜜啊看起来很稀，你看我们这个晃都晃不动，我们是很粘稠的，然后超市里面有些呢就是会很稀，它不仅可能很稀啊，可能也会增加了很多麦芽糖，甚至是糖，纯白糖，这一年只能买到一回，因为作为他们蜂农的话，他们这个野生蜂蜜不像是就是人工养殖的啊，它是可以比方说有很多次采摘的机会，它一年就这么一次，所以我们这次销售完了以后，你要想再买哦，可能只能就明年了。所以如果大家对蜂蜜比较喜欢的话呢，其实可以到时候可以过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2瓶蜂蜜啊，一斤装的，它是半斤装一瓶，对，半斤装一瓶，2斤，足足的啊，就你可以把它倒出来称都没有问题，是足足的一斤装的2瓶蜂蜜啊，满满的啊，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呢是卖78.8，而且是全国包邮，也是一样的。其实你在超市随随便便啊，一斤装的蜂蜜啊，50来块钱、70来块钱、100多块钱都有，但是这种纯野生的大黑山的蜂蜜啊，真的完全口感不一样，所以到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有蜂蜜有百香果，肯定要搭配一个柠檬嘛。对对，这个就是泰国品种的一个青柠檬。然后这个青柠檬的话呢，其实就是它是无籽的，因为我自己经常也是泡蜂蜜水嘛，就是每次我们超市买那种黄柠檬，它切开都会有核，那个核是苦的，出来这个水你喝着也会有点苦苦的。对对对。但是它这个就没有核，所以你这个搭配百香果吧，搭配蜂蜜的话，直接泡开这个水是非常好喝的。哇，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给大家看看啊，这个没有籽的，没有籽。而且有没有发现啊，皮超薄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啊，对，超级薄，而且哇，这个柠檬的清香就是很浓很浓，所以好酸，好酸，柠檬是不可能甜，但是我就想尝试一下这个柠檬的酸，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柠檬酸甜的那个感觉，那当然它是挺酸的，它不可能像百香果是这么甜的，柠檬嘛就是那种
的清香，特别香，它比我们普通买的那种黄色的柠檬要香很多。三斤柠檬我估计还蛮多的了，很多。说嘛，那个黄柠檬的话两个10块钱嘛，在超市里面大家经常也能看得到，而且切开很皮很厚，对啊，很干，对啊，然后就是水分没有那么多，对，然后那个我们相当于我们是22.9嘛，对吧，相当于三斤买四个黄柠檬，对啊，但是你这个青柠檬就可以买三斤，最多5个吧，我们就当它再多一点，给它5个吧。啊，你说柠檬超市是吧，超市的普通柠檬嘛，对，但这个我跟你讲你可以买到3斤哦，一斤就有好多个的，三斤你可以一袋子拎回家，对，所以，哦，太香了！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要是撒在那个西餐的，就是一些菜品上面，对，绝对是提香。然后你泡的一些果汁啊，也可以加点这个东西啊，特别好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品种其实还蛮多的，这里都摆不下了，所以呢，就给大家先挑了一 点。对，这只是我们这一部分啊，还有其他的产品呢，到时候，到时候我们直播的时候啊，大家一定要过来。其实也就是现在哦，因为视频发出的时候我们正好在直播，大家点开我们的头像就可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。对啊，就可以买到这些这么性价比高的很好吃的水果。对，但不是只有我们俩卖哟，对我们朋友的走单量很大，我们其实算打酱油的，因为我们刚开始直播。对，我们朋友他是那个粉丝也很多，然后卖的也非常好，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的一定要尽早过来，然后拍上你自己心仪的产品。可能我们先上100单，然后拍完可能就没了，对，今天就没有了，对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尽早过来。然后有些个别的芒果可能还好一点，因为芒果的话我们的那个单量比较大，然后有一些个别的产品可能像蜂蜜啊，然后像一些别的东西啊，别的吃的东西可能它数量更少，数量有限了，对。然后呢我们的洗发水我也会上在这一次，因为洗发水的好频率实在是太高了，对，非常高。对，这两天我们不是跟我们朋友在一起吗，我给他们每人都有送，然后人家的女朋友用完了以后昨天跟我夸半天，真的是超级好用。对，所以呢就是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经常光顾我们的直播间，一定可以买到你们心仪的产品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直播间见。拜拜拜拜。